所以鸟不会死在那里。烧鱼，行了，这是烤鱼的，很皮，神奇的，竟然有烤鱼。
车本来也会逆流啊，所以它其实也不太需要固定在主流上面跳啊。以前是面全面掉进来，这样无看。现在拢去在面顶啊掉啊。以前三分钟拍一次面啊。对啊。啊，尾啊，伫遮一面啊，啊，遮拢无看。啊，因为遮较侪外劳拢来，遮忙啊。对啦，这种拉出来啊。哦，我就不知啊。啊，所以我一阵也对你拉出来。哦。啊，你拢去飞呢？啊？你拢去飞呢？无啊，我冇钓海啊。钓海钓啥钓鱼啊？拢有啊，几种来钓啊。老酒兵呢？我相信只有酒兵啦。我捌钓过几条的。这红鸟真大尾啊！红鸟吃多少啦？生态还不错啦。啊，我顶日钓这钓一尾拿光啊！是哦。感觉生态跟较早无啥共啊。较早只拉偌济了？是哦。嗯。拉。这看这么两只也无啊嘛，还袂打生，这个鲜啊，这么对污染超严重。最近啊，直接打到啊，吼，啊到应该虾嘛都济吧？虾啊，正济啊，这产季啊，就咩啊都。是哦，很可惜啊。生态啊，生态啊，地窖啊，够原生鱼类了，啊，只是说。现在这些鱼类已经不能够食用，像以前那样可以食用。那厉害，发展很快了。啊，我那是苏州啊，咧高雄来，这当钓鱼也好五百只啦。我细只咧，刚看一个妖钓啦。哦。是少年啊，装逼啦，都甲咱台湾装逼同款的。哦。我咧该开干到，钓的鱼真的钓的不错哦。哎。对啊，我这个台钓法。哎呀，你嘛在大陆卖过来的东西也是有台钓啊。啊，我你要看看台看嘛，你讲，这大陆你哪里人？台湾的。那要不要爽一下？哇，那应该。啊，钓鱼啊，人各个人有没有啊啦？对啊。免好小啦。然后那个需求也很大啊，卖出去也很多啊。咱古早去哦。十个是九个为了查某去，是哦，这是事实啦。啊，讲了有贴切哦。我第一下去大量都是去下船岛啊。是哦。讲要钓鱼啊啦，钓鱼啊，大家招讲来钓鱼啊啦。啊，大家啊，尾暗了，暗时就讲，我在五点出门啊，四点半出门啊。哎。弄门讲，哦。一刀，大家要注意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白。今天一样在法子溪钓场，钓到后来遇到一个大哥，我就讲一下他以前法子溪的生态，了解一下。那个大哥也是钓鱼高手。好了。